他每一个作品都可以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不管是研究，然后或者去欣赏他任何一个小小的细节，我觉得可能是去到另外一个不同的时空，然后你会沉浸在那个时空里面，然后在那个世界久久不能自己出不来了。他们把展览的会场布置成昭和味道的那种时代年代感，然后我自己特别喜欢，你会在那些微小的作品里面看到很多儿时的回忆被放到那个微缩的场景里面的时候，会觉得很像带我回到了人生的那种时光回忆里面。然后希望各位朋友可以来现场体验一下。